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小恩说他已经忙了好几天，反正也没人看得见，就叫我过来随便收一收。我一来，小恩就对我发脾气，说我怎么这么慢。我想解释，可是小恩不听，他用力推了我一把。小恩做表面功夫，恶有恶报，搞得看出来他很假，根本双面人。想在长官面前表现吗？小恩不是这种。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如果总裁说是误会，那就是误会吧。就算什么事情，答案难道对吗？现在已经消失成这样了。你们很奇怪，之前有这么挺楚楚吗？而且你们有亲眼看到吗？没事。 好痛！道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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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看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不然小恩跟楚楚道个歉，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吧。 道歉，你相信他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打人的不就应该先道歉吗？下有种人才撑腰就嚣张了，是不是？快点道歉！道歉！快道歉！道歉！小恩。 对不起。